组长，前面好像有事。停车。请出示证件。给他看我的。事务组长，发生什么事情了？如临大敌。上峰下令封锁所有路口，严查过往每一个人。好像跑了一个什么人。辛苦，我们走。放行。您真的确定李正白跟着老猫走了？虽然没有十足的把握，不过一个厨能躲过咱们这些天的搜查，我怀疑他真的是被老猫带走了。是。够了吗？还有没有？这下够了吧？够了。好，你们俩把他送回去。啊？你有病吧？我好不容易才逃出来，你把我送回去？对不起，我没有接到要带着你一起上路的命令。可明明是你把我带到重庆的，你应该对我的安全负责任。你在重庆不是挺安全的吗？安全？你有脸说你？不管怎么说，你还活着。王世军死了。你们军统内部明明有问题，我回去了肯定跟他一个下场。我要是死了，你们就算把货送到了，没有我你们能办得成吗？办得成吗？如果你希望这个计划中途夭折，那你就把我送回去，你们自己商量吧。你们觉得呢？老大，我觉得把这小子带的也没问题。就是嘛，他说的也有道理，我们费这么大劲儿，总不能弄一死人吧。好，那就先带着，等到了长泽联络站就向处座汇报，由处座决定他的去留。上车，走啊。李先生，我可以进去吗？哎，坐吧。我这个地方条件比较差，您多担待着点。无妨，做大事者都不拘小节，想必李先生亦是如此。这么早找我有事儿吗？啊，吴组长不日就要离开重庆。我们今天来是想看看李先生的猎风行动计划实施方案准备得如何了。差不多了。那能否让我看一眼？啊，不行。为什么？是你说的，此事绝密，所以在货还没有到达目的地之前，我有必要对我的具体实施方案进行保护。可我总得知道你的计划可不可行啊。用人不疑，你用我就得相信我。要是万一你的计划失败了呢？我用我的性命保证，它不会失败。命？行动一旦失败，带来的损失岂是一两条性命所能弥补的？李先生，猎风计划乃是处座一手策划。你这样恐怕是有点喧宾夺主了吧。好，好，好，处座，
明天我给你一个计划的初稿，但是具体的细节啊，有待完善，你还得再给我几天，这样行吗？就这么定，我明天等你计划。我今晚走，你好自为之。黄口小儿不知天高地厚，你千万别跟他一般见识。我且看他明天给我看什么东西，如果真是纸上谈兵、名不副实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。武云昭清楚军统内部的复杂，他不得不为李正白的安全担心，而李正白也知道自己目前能够相信的恐怕只有武云昭。我今晚走，你好自为之。陆小姐，你们在这干什么？回陆小姐，奉命保护李先生的安全。保护他？奉谁的命？是处座的意思。知道了。陆小姐，请。拿见陆小姐。陆小姐，坐吧。你看什么？为什么找我？你又为什么来？我来看看你这两天的训练情况。看来咱俩还真的是心有灵犀了。谁跟你心有灵犀啊？该你说了，为什么找我？我迫切的需要你带我去见徐处长。哦，找我爹啊？找他什么事儿？我有事跟他汇报。那你怎么不让马雨飞带你去？我不信任他。那信任我？怎么说呢？相对而言呢？什么叫相对而言啊？你看你这个人吧，就是脸臭了点，性格也太坏，人呢也蛮了一些。你，但是我还是发现你有一颗单纯美好的内心。你看看，这四周全都是盯着我的眼线，危机四伏。哎，我不知道除了你之外，我还可以信任谁。那你说吧，找我爹什么事儿？我不能告诉你。你刚才还说信任我，怕你陷入危险。那你是说有关内奸的事儿？好，我带你去。你记住啊，欠我一个人情。感激不尽。那走吧。走。就这么走？我看谁敢拦住我。陆小姐，上峰有命，李先生不能离开这里。我带他出去吃个宵夜，一会儿就把他送过来。让开。不是小的不让，这个小的根本做不了主，要不还是等马队回来吧。就算马雨飞在这儿，你觉得他拦得住我吗？是陆小姐，不过最近外面不太平，万一二位出点差池，我们兄弟可担待不起啊。他的安全我来保护。再说了，就连堂堂的特别行动组都出了差池，就凭你们也能保护我们的安全？走。哎，陆小姐。陆小姐。哎，陆小姐，还愣在这干嘛？赶紧向马队长报告。好好，报告。可以把我的手放开了。谁让你一直拉着我的手来着？明明是你一直拉着我的手。住嘴！要不是你一直求我，我才懒得理你呢。那
上车吧。那个，你开车。行。队长，不好了！怎么回事？李先生被陆小姐带走了。陆小姐也没有说带她去哪儿。陆小姐说带李先生去吃宵夜，说一会儿就给送回来。知道了，你先下去。是。对了，有件事要问你。什么事儿？你姓陆，你父亲姓徐，为什么呀？你问这个干什么？好奇。我父母死得早，是徐处长收留的我。原来如此。我连他们长什么样我都不记得了。徐处长就跟我的亲生父亲一样。对不起，我不该问。我。没什么，过去很久了。你呢？父母还健在？我和你一样，我父母很早就去世了。这么说来，你和我同是天涯沦落人。这样吧，我们去那边吃个宵夜。在哪儿？就在那儿。对不起，算我又欠你一次人情。加把劲啊！来，快点！梁哥，这箱子里到底装的什么东西啊？这么沉！不知道。嘿，老大果然没看错你啊，嘴还挺紧。这话说的，老大可说了啊，谁打听箱子里的秘密，格杀无论。太讨厌了，梁哥，你吓唬谁呢？快快快快快！好了，等会儿都装好了，那就出发，都上车。开车，唧唧复唧唧，小人使心机，竹篮来打水，落空真可惜。王八蛋，敢耍老子！马队长，李先生回来没有？还没有。帮我接徐处长。什么？青瑶把李正白带走了？
出作息怒，都是属下无能。可是陆小姐一定要带走李正白，属下实在没有办法。好啊，连我徐某人都被他耍了。处座，您说这个李正白会不会是76号那边派来的奸细啊？传我命令，立即封锁各条出狱通道，一旦发现李正白，立即抓捕，莫得有误。是。全都是蠢材，连一个文弱书生都看不出，还自称是什么党国利器，全是废物。处座，没有看出李正白是卑职无能，可是陆小姐非要找李正白，属下真的拦不住。就因为陆清瑶是我的女儿？到底是军令重还是人情重？李正白身负重要使命，一旦出现意外，你担待得起吗？处座，马队长安保不力，理应重责。不过现在最要紧的是，赶紧找到李正白，以免再节外生枝。就按你说的办，先找人，后追责。爹，孽障，你还敢回来？李正白呢？我也不知道。还敢撒谎？李正白到底在哪儿啊？我是真的不知道。他说有事儿要向您亲自汇报，求我带他来见你。然后呢？谁知道那个混蛋趁我不备，把我打晕跑了。什么？老大，这小子不会出什么事儿吧？人各有命，顺其自然吧。处座，要不属下和马队长先去布置一下寻找李正白的工作。哎呀，会不会是陆小姐把李正白给藏起来了？没有证据的事情，不要胡乱猜测。记住，祸从口出。是。你说的都是真的？爹，你还不相信我？要是再让我见到他，我肯定饶不了他。自作自受，我早就跟你说过，人心险恶，你就是不听。现在知道了。李正白失踪事关重大，即便你是我的女儿，但是一旦责任落在你的头上，就算我也保不了你。怕什么？好汉做事好汉当。李正白从我手里跑了，大不了责任我来担。这里是军统，不是家里。你知道有人会不会借题发挥呀？啊，到时候你后悔都来不及。这样吧，我打个招呼，你马上去江西公干，躲躲风头，就这么定了。等事情过后，你再回来。江叔，就算把重庆翻个底朝天，我也能把李正白挖出来。万一他要是已经不在重庆了呢？武组长他们不是昨晚才启程吗？您的意思是李正白跟着武云昭走了？我只是怀疑。对了，陆清瑶带走李正白的事不要跟任何人提起。属下明白。